再来看印尼在拜谢的时阵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这是因为国会想要来修法，让总统的上大反对党呢无通来选雅加达的省长，要用这个方式来建立因家己的版图，所以有几啊万人是走去包围国会，把车路全部拢占掉嘞，让交通是袂停袂动。其他有真侪城市拢有举办这个示威的活动，面对着民众的反弹，国会是暂时来退让，讲这个会期是。慢车来审议这条法律。在印尼国会头前，有一阵愤怒的面叫，有人想要把违章扭倒，学生因一个耍一个，排做人墙，甲电报警察相向。印尼首都雅加达日日发生大规模的示威，几落万人伫国会大楼外口，甲车路占掉的车拢无法度过，而且伫现场还阁烧连拿顶物件。印尼有真侪城市也拢发生示威，因为印尼国会拍算要修改选举法，让总统佐科威的政治敌人阿尼斯无法度参选雅加达省长。Tadi teman-teman hari ini datang ke gedung DPR kali ini dalam rangka semuanya mengawal putusan Mahkamah Agung nomor 60 tahun 2024 yang mana hari ini sedang diobrak-obrik sama Jokowi melalui balik DPR.印尼宪法法院在这礼拜裁定，地方首长候选人登记参选时阵要满30岁，而且单一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名提名地方首长选举参选人的条件，也自以前的地方议会要有20%议席，降到无议席也能提名。严格国会就是通过紧急动议，推翻宪法法院的裁决，并且把上届参选年纪的限制改做伫咧选举就职的时阵满30岁就会使。这等于是为总统佐科威上细汉后生卡桑想要争取中爪哇县副省长伫咧铺路。卡桑今年12月25才满30岁，若是新的地方选举法生效，伊就会让伫咧11届参选。伊若佐科威大汉后生吉布兰将会伫咧10届就任副总统。吉布兰参选副总统迄当阵，也因为年纪无够，被判定无符合资格。小明是伫佐科威立马运作之下成功解脱参选。Nanti pada tanggal 20 Oktober 2024 izinkan saya menyerahkan tongkat estafet kepemimpinan ini kepada Bapak Prabowo Subianto.佐科威在最近发表伊任内上尾一遍的国情咨文，强调伊任内伫咧经济基础设施一个发展方面真成功，但是伊也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批评，包括减弱司法甲反贪腐机构，一个想要培育家己的政治王朝。面对民众激烈的反对声音，印尼国会暂时退让，讲袂伫咧这个会期审议这个法案。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